立马告诉我，现在正在录音录影。好，你现在已经对我客人进行骚扰了。导游带团来到垦丁这间五星级饭店用餐，控诉餐厅骚扰客人。我对你们骚扰吗？我问你们菜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他对我骚扰你们了，对不起啊。餐厅人员被推着走，双方冲突的引爆点是这个团员夹菜，发现里头有一片生锈的美工刀片，向餐厅反映刀片很快被收走，餐厅口头道歉，团员事后交由导游全权处理，但餐厅人员却私下多次跑来跟当事人接触道歉，团员用餐被打断觉得不舒服，最后导游干脆报警处理。他又再度的跑到客人前面说，导游讲话不能算，你是当事人，你必须跟警察说。所以客人用餐也只有用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吃饱。导游以团员被骚扰，由警方介入协调，也担心刀片被没收，事后没有证据，也不满饭店事后反呛，我们有律师。裁切割包装不慎，造成刀片弹飞到客人的餐盘上，那第一时间我们也跟客人致歉，也告知原因。那后续我们会再加强教育训练。带团到餐厅用餐吃烧烤，却夹到刀片，导游事后也向屏东卫生局反映。我没有要求所谓的索赔这两个字，我只要饭店真诚的道歉。依规定令其限期改正，届期不改正，依同法第44条规定，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。只是五星级饭店公餐出包，刀片不慎掉落食物里，也幸好客人没有吃下肚，否则不只是道歉就能够解决。三立驻记者洪淑珠，屏东报道。